모든 사회 대비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. 布甲四红，我操！你干哈呀？你俩怎么好使啊？我双杀嘞！这不知道啥意思。双排双死吧。佛爷哥上来拿俩人头可以接受，我们打工了。狗头人丢仨兵，我们一个兵没丢，那狗头人为啥有人头不出装备呀？你们还能玩了不？你给我干他！你怕什么玩意儿？我搁你旁边呢。我靠！可以杀，就杀那狗头人。怎么杀了俩人？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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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看来不能打，看来是不能打。阿杜姆坦的死的。那언제나최고지给我整了个上路两人路，아군이타였습니다저더블킬지어내볼까狗头人三个头，我们一个头，
也不敢杀呀，那巴德指不定上哪去了。恶心人是吧？去越这个呀，兄弟呀，或者直接来也行。那这过来呀，还不过来？打野真的去下路啊！你去下路直接越塔呀！你人家家下路他妈一个 AD 还是个寒冰，你不赶紧去下路越塔？你要不你来我上路一直抓也行，不知道干啥呢？这啤酒人磨磨唧唧的。两个人搁下路，还能一个打野加个 AD 把我们家双杀了，我操！적을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女神之泪得除啊，不除没蓝呢、啊。哪有这么玩还能玩出优势来的呢？我操，我都服了。直接跟他打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呀？费点劲呢，感觉。打野到底在干些什么东西？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而且对面中单是不是还挂机了？中单就硬刷，我操！
这是什么军儿啊？这是阴间军儿啊！还好对面的铁人是挂机的，这铁人没挂机，这帮菜逼绝对是赢不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人上来限制我发育，整个破逼辅助他妈搁上路来不走了，完事下路呢打不出来优势，下路跟人补刀一样，等级还比人低，完事辅助打野一抓就死，那铁人要没挂机绝对是打不过，100%打不过。你旁边有队友吗？往这儿走来，给大呀！啊，没有大招。哎呦我钻着洞把他炫死了，好闪现！拱，减速。我天，这防御塔为什么啤酒人会死？啤酒人被谁杀了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狗头人4-0了呢，原来不是，原来是佛爷哥。人这波应该没大，假装打不过。你过来，让他感觉到了。打石头人去了吧？我估摸着是打石头人去了。对面少个人能打成10-17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真是惊了我的呆呀！一会儿4-5打不过就有意思了。我们先把这巴德杀了，我操了，还有个金身。投了，那你投吧，你们爱投投，
像他妈傻逼似的，还投降呢，舔个脸还在那投呢。谁打波 Q 了？啊，金克斯打波 Q 了。我闪现也没有用啊！我闪现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我闪，要么刚才是闪现是刚吸地，没有闪现；要么就是刚才我平 A 能 A 到他，闪现也没有用。我闪现又不重置普攻，别着急上啊，等一下对应。那队友呢？不是，那佛爷哥为什么不大下去呀？他是没有 R 还是怎么回事？他下去杀狗头不就完了吗？刚才。别在中路了，努努推雪球过来了，别在中路了，别带线了，快点来呀！能不能打波团战，快点的，支援速度快一点，努努咋的呀？要干啥呀？打死一个狗头人，拆塔就不能上了，走吧。要推雪球了，这边还打呀？我没有技能了。杀寒冰，
我转动萨巴德，漂亮，团灭。累。虽然不应该说是就是跟他们玩生气，但你说你四个人五个人打四个人打成这么个鸡巴样，我操了，真是。